样片咋样了？样片咋样了？样片咋样了？快了，还多长时间？还有5分钟。啊，那啥，你收拾收拾吧，咱出去吃烤肉去。好啊，啊，就楼底下走。好，再等我3个小时，马上好。Hello，Hello，hello, 小伙伴，啊，又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小伙伴线报啊，说在这个永安里地铁站旁边，就这个巷子里有一家烤肉，据说特别好吃，啊，这个氛围特别好，有点像大学那种氛围，所以本来想叫着小哥一起来吃来着，但是因为他今天实在是太忙了，就是我特别理解他的意思，所以我就自己先来了。就是饮料，你们自个儿拿就行，冰箱里边跟自个儿家一样。Sorry, Melich。所以让大伙儿自个儿拿呢，哎，反倒大家有一种到家的感觉。那个在家里都不花钱吃饭的。哎，那都不是事儿。哎，他这酒可以啊，这在俄罗斯的时候，超市里经常喝这酒。啊，这拿一瓶，拿一瓶看看。哎。我以为拿酒的啊！啊，我这离那得有4米多远了吧？我视力看一下，看我能看一下，我能看到倒数第二行“水煮牛肉”，下面那行是啥字儿？看不清，完全看不清。这我要了，我先放这儿，我要了，我先端起来吧，我先端起来吧，就看就两盘了。这叫什么哥？有啥推荐了？第一次来的话，大家都问我说你推荐哪个最好吃，哪个不好吃，我给推。打倒肉身大魔王，指日可待呀！大魔王，大家都是大魔王。你放了刀牛排、金冻小鲜肉、椒浆牛肉、黑椒牛肉粒、蒜香牛肉，来个五花肉吧。不是你这五花肉太狠了，看着就狠。啊，特色肥牛也好吃啊。来一份，来一份。特色汗猪蹄。来一份，来一份。那是啥？标点，东北特色实蛋。来一份，来一份。就先这么着吧。行。啊，这个摆在这炉子上之后，他们一直在质疑我的表情，觉得我一直这样的。但我跟你们说，就是真的，就是这个脸大的人跟脸小的人在吃烧烤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明显的差别，就是我可以在更远的距离就感受到这个碳的这个炙烤。所以当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吃烧烤的时候，如果你的朋友就一直这样看着你，他真的能感受到比你更强烈的炽热，你知道吗？先尝尝这五花肉吧。哎呦，这一拿五花肉就饿了。你听，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把这个肉啊，就放在这个上面，这个一瞬间，那个呲啦啦那个声音，特别是天冷的时候，就超有那种满足感。你再抚摸他一下，那你就这么抚摸他一下，他就像在跟你说话一样，就。啊，啥？哦，这加的啥呀？哦，加点盐面面，讲究。但是因为它这个肥油滴下去之后，它呼着火就起来了。换个币啊，币子啊！他说给我换个币，我也给我投个币了，换个币啊！我说以为说给我投个币了。
刚才啊，这个老板给我推荐两个料，一个是当地的这个辽宁吃烧烤，酸甜口的麻酱加点葱花，还有这个干料啊，就是这个大蒜、青椒，还有这个辣椒面。好，你看这个肉。其实吃烤肉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尴尬的。两个人要是一块吃，四目相对，看着肉就不知道该说什么。现在好了，有了十频道卫衣，宽大舒适，贴身柔软，深藏你的功与名。十频道卫衣，你和他一人一件，彻底告别每个月烤肉时的尴尬。十频道卫衣，稳重的选择。就是等这个烤肉这个时间，跟你那个烤引体向上的时候那个挂着那个时间是类似的，就老是觉得特别漫长。啥？可以了是吧？那开始吧。那这块啊。烤的有点发黑了，我先蘸这个干料试试。烫到了我的唇，啊，这个料，吃了口料，这个料其实挺香的，主要就是这个里面有花生碎这些，所以这个料非常香，吃起来入口咯吱咯吱的。还是得吃五花肉，这五花肉一入口就那个油扑的那种感觉，加油！哎呦，你看这，再蘸这个湿料试试。这吃干料吧，就这个唇容易烫伤啊。我觉着啊，就这种完全没有腌过的肉啊，就吃这个厚厚的这个肉块本身这个肉质和这个油的感觉的话，其实确实特别满足。就把自己想成一个口袋那种，你就是先吃一口肉，再吃点青椒和蒜。我感觉这个蒜香和这个青椒香跟这个肥油交织在一起，就瞬间就觉得自己很包容。啊不行，哎不对啊，我得给百万发个照片看看。好兄弟是吧，我替你吃肉。你片子钱怎么样了？你看这肉香不香？牛逼了！大肥肉片子这么一来，就是我第一次觉得他妈这个猪可以这么可爱，我要拥抱它了，感觉。算了，再来一波。这牛排这么大一块，这块牛排，他这个牛肉啊，其实就吃到现在这一波就已经杀红眼了，反正就是爽。然后呢，我觉得他家这个特点可能就是说，它腌肉这个调料没有特别强势，所以说你吃完之后带一股淡淡的这个料味呢，没有特别的夺你的这种味觉的这个眼球，所以你还可以拿它继续蘸这个湿料，哎，接着吃。那你蘸料吃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个料香味就很重了啊，所以就可以多吃很多。
老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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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米饭来了。啥东西？米饭，马上来了，来个米饭，红烧米饭。你这个烤肉是怎么烤？就我这么烤，现在是对的吗？还是说你这有比较专业的烤肉的方法？对的，高端的食材往往不需要过多繁琐的烹饪手法吗？我去，你家这儿一碗了，来一个小碗。来一小碗，再来。没有，来这么多。没事，就将错就错吧。啊，所以比较实在。太客气了，东北人嘛。啊，行，谢谢。没事，行。这弄的不好意思了。哎呀，好家伙，这好久没吃过这么大一碗的米饭了。这是那个，它叫特色肥牛啊，它腌的这个肥牛。像这个呢。可能就比较有店家特色，它用了一些酱料来进行腌制，还有这个，这是肥肠。现在向我们迎面走来的方队，他们朝气蓬勃，嘹亮的口号回荡在校园上空。就这个肥牛，站着这个摆在这儿，都给它打扫，然后。哎，就呲啊了酸菜，再来点青椒，再来点大蒜。要不是这碗米，我怎么能做出这么罪恶的事儿？把最后一块牛排也吃了。太过分了。没有，哭了。大家在这儿就找到一种那种，就是上学的时候那种感觉。你说一顿烧烤能吃到多好吃、多惊为天人，未必。但我觉得就这个环境啊，这么吃饭特别感染的。他上来这么一大碗米饭，你说如何是好？你说你如何是好？你看啊，这烤肉还能配米饭，还有酸菜。小哥没回我，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想请问您现在已经毕业几年了呀？13年了，25年了。上学时候最好的朋友现在还有联系吗？对，你上份考研了？啊，有，刚联系吗？对，那您能不能对着镜头跟他说一句话，有什么想说的？天天开心，祝你身体健康嘛。